小时候，故事里的秘密花园总是或多或少地勾起我们的好奇。在围墙的后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在花园的深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园林，中国人的花园。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与传说，沿着花园的小径寻访我们的来处与归途。早晨呢，这个骑着散步的时候啊，我就骑着喂这个天鹅，他们在下面走，排成一个大队，啊，我给一个口号，喽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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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动，他们都听，都来了。李海峰是听着蓬莱神话故事长大的，他认为自己建的园林就是把蓬莱搬到了人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梦想的花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些把秘密花园搬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Tous les jardins qui évoquent le paradis. En vérité, ce n'est pas un paradis, c'est des paradis. Mon monde intérieur était un monde de rêves.De légendes, d'histoires, de Chine, mais d'autres pays aussi.比利时的天堂公园拥有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园主艾瑞克小时候爱听中国的传说故事。如今他年过半百。终于有机会实现故事里的中国花园。艾瑞克的偶像是汉武帝，他甚至把自己建造的中国花园命名为汉武帝之梦。Moi, je suis touché par l'histoire de cet empereur, parce qu'il a...Il symbolise la destinée des hommes. On est petit, on grandit, on devient adulte, puis on vieillit. De lutter contre ça, de rêver, de créer un jardin et d'espérer qu'on va pouvoir changer les certitudes, c'est une belle histoire. Moi, j'aime les belles histoires. L'idée de vouloir devenir immortel en créant un jardin,C'est quand même plus sympathique. Dans la période de la Guerre de la Guerre,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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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Guerre de la Guerre.那里有金玉的楼台和无穷的享乐，人们期盼走进仙境，渴望远离生老病死的苦恼。从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开始，蓬莱仙境的形象变得愈发清晰。可是，仙境在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谜。汉武帝渴望超越秦始皇。
一边是愈演愈烈的求仙，一边是像秦始皇一样修建仙境一般的太液池和上林苑。这里有与神仙沟通的楼台，有象征蓬莱的山峰和岛屿。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还用蓬莱命名了一座海边小城。然而，神仙从未降临到人间的花园，更没有实现帝王的心愿。千年之后，仙境是真是假已经不再重要。长生不老的梦想虽然天真荒诞，在人间实现仙境的信念仍然存在于园林的山峰岛屿、亭台楼阁之间。蓬莱三岛的一池三山格局更是成为中国皇家园林的典型标志。当仙境化作花园，汉武帝的故事跨越了语言和文化，让他的梦想在园林中得以永生。La vie, c'est quoi? C'est pas la réalité. C'est ce qui se passe entre la réalité et vous. Ce voyage de la réalité vers l'homme, grâce à son imagination, grâce à ses rêves et grâce à sa culture. Donc cette histoire, je l'adore.Et j'y crois. Elle me fait plaisir. Erika Bingen. Yes. 这场穿越现实与想象的造园之旅，让艾瑞克与中国工人们成为了朋友。现在，中国园还生活着两只来自中国的大熊猫。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进天堂公园，走进艾瑞克的中国梦。当西方人在园林中想象东方，中国人则在园林中玩味着历史，演绎着古往今来的人生戏剧。军官杨志正带着家传宝刀走在北宋都城东京的街头，身无分文，他只能卖了这把刀才能活下去。他还不知道马上会有一个叫牛二的混混过来挑衅，最后死在他的刀下。如果不是因为丢了花石纲的石头，杨志就不会被太尉高俅赶出殿帅府，落得这般田地。在杨志落魄街头的时候，运河上一艘艘载着花石纲的船只正在驶向宋徽宗的园林更岳。为了建造这座石头垒成的花园，连为百姓运送粮食的漕运船只都要被征用。从花石纲事件开始，杨志一步步落草为寇。石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也几乎令整个国家陷入疯狂。园林的石头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力量呢？北宋时代，文人山水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徽宗要把这些山水画变成现实。这时，蓬莱的理想历经千年的演变，愈发成为帝王无限渴求的目标。宋徽宗直接用这些奇峰异石搭建了自己内心的蓬莱艮岳。他要在艮岳实现园林新的高峰，用山水创造心中的理想世界。此时，叠石成山已经成为更为具象的人间蓬莱的标志。
建成五年之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艮岳被毁。当年那些还没来得及运到艮岳和沿途散失的奇石，被称作艮岳遗石。后世有人写道：“中原自古多王国，王宋谁知是石头。”艺术家叶放用装置艺术的方式呈现他心中的艮岳。除了遗石和传说，艮岳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蓬莱也好，桃花源也好，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仙的境界。但是艮岳不一样，艮岳是用人工营造的，但人工建的却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天堂。无穷的这个工程在重复。那么我们同样人工，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人工中注入天地观，注入我们的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在这个天地乾坤中找到人的位置？蓬莱传说奠定了中国园林一池三山的山水大格局，山、水、石、植物和建筑构建出人间乐园的基本模式，并且为后世沿袭。人们在园林寻回仙境，也在这里亲近自然，回归山水之乐。蓝农赵银泉与妻子悉心料理着花圃里的兰花，等到来年春天，这些其貌不扬的兰草将开出令人惊艳的花朵。越绝书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种兰于主山，这是中国关于兰花种植的最早记录。2500多年间，兰花从山野开到了宫廷，又从士大夫的庭园流传到了寻常人家。园里的花开了，园外的花也开了。花带来大自然万物生长、时节交替的讯息。一直在追求自然，甚至模仿自然，而自然一直都在那里，就像这些色彩、声音和气息环绕在我们周围。
尾尾锦鲤是音乐家林谷芳的伙伴。最近他发现有些大鱼活动得不如先前自在，自家的水池到底还是太小太拘束了。林谷芳决定给他的锦鲤找个更大更舒适的新家，把大鱼送到好朋友林炳辉的石养山房。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河边散步。庄子感慨，河里那些鱼儿游动得从容自在，它们真是快乐啊。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答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了解鱼的快乐？庄子相信，人的心可以跳脱躯体的束缚，与水里的游鱼悠哉悠哉。同样沉浮于世，人如何才能像鱼儿一样无拘无束地悠游天地？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之初，在昔日越王勾践种兰的地方，右军将军王羲之邀约一群文人在这里雅集聚会。醉意正酣的时候，王羲之想到，与悠久的宇宙自然相比，人生多么短暂，不禁悲从中来。悲叹已成沉寂，而古人今人却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渴望自然的广阔天地，又无法走出人生的局限束缚。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纠缠的心结。园林，这个人工营造的自然空间，也是人内心矛盾的产物。在外面飘得久了累了，还可以回到这个舒服的角落，在山水中修复自我，安顿内心。一般的中国人来讲，他的生命总有两面，一面叫中顶，一面叫山顶。那儒家是中顶之路嘛，你要在朝廷问政，你要在人伦里完成自己。在这个世事中间，在这仕途中间，你会有很多的不可测的，或很多的苦难，或很多的挫折。人毕竟是自然的一环，没有山林，这个中顶的压力人是扛不起来。安顿好了大鱼，林谷芳和林炳辉两个好朋友品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林炳辉喜好娴静，为了追求安静的茶气，石养山房已经搬了两次家。现在的石养山房远离城市，林炳辉没有把自然做成园林，而是让园林融入山水之中。人终究不能脱离自然，
园林也是源于人对山水的依恋。山水之间有传说中的祖先神灵，也有我们的精神家园。与自然距离越远，我们回归的愿望就越强烈。可是，把人阻挡在山水之外的，是现实还是我们自己？艺术家杨永良用现实中的城市影像与古人的山水对话。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人的山水一直存在，仿佛现实世界的另一端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魏晋时代，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散淡的一群知识分子，对暴政动乱的现实心灰意冷，无路可走，只有退隐山林，归园田居。在那个叫桃花源的地方，没有神仙，没有皇帝，没有长生不老，没有宫苑楼台，与世隔绝，远离尘嚣。人与人没有纷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在这里往来种作，怡然自乐。终究遥不可及，人们的家园理想在人间的桃花源绽放。桃花源成为蓬莱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园林主题。在艺术家徐冰的作品中，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水池变身园林的小山水，人们不用再去寻找避世的山林，在园林就可以实现桃源的理想之地。这个人类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像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在中国花园这个虽然这个位置不大了，可以把这个理想环境，就是用一些代表的器物，像这个石头、一棵树等等，代表这个大自然的，所以就把这个理想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之内。园林的环境，我觉得就是为了把生活的速度做慢一点的，不但是为了欣赏大自然，而是您的内在也可以恢复起来，也可以自修。仙境可以落地人间，桃花源也走进了园林。2013年，一场名为《中国花园：亭阁、书斋、隐退之地》的中国园林书画特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被《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家称为“重新找回的世外桃源”。凝聚在大自然有时候不方便了，所以在花园之内就可以恢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把这个花园当作一个凝聚的一个地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的艾斯特庭院是中国在海外建造的首个明式园林，它还有个更让我们亲切的名字——明轩。
这座仿照苏州网师园的一角修建的小庭院，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与26位苏州工匠参与创作的。我开始设计这个花园的时候，我第一个意思就是，哦，我们把一个中国亭子放在中间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可笑，您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位置挡住了，您把这个走廊和明轩放在一边了，把里面留空的，因为那在中国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空间，所以把这个空间保存下去，就让您的思想可以把它充满了。这个花园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了。在纽约，这个人家都是很忙，跑来跑去，反而这个环境之内能够安定下去。所以很多人来的话，他们不但是观光，而是坐在这儿就休息，而且在博物馆看那么多文物，有一些自然光，有一些植物，是换一个环境了。花园就是站在这个大自然和城市文明社会的之间，是可以把这个人造的环境和大自然配合起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附近，就是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这座占地将近5000多亩的公共园林，让人们从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中得以解脱。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们就已经预见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的问题，用园林景观的方式开出了治疗城市病症的药方。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商业区，中央公园的山水有如城市中的世外桃源。一个时代，哪一种文化，人们营造的理想环境都有山水自然的元素。在中国人的园林，治愈身心的山水是宇宙的象征，人只是宇宙的一份子而已。雨是一切的空间，是园林的湖中天地，无边无际。昼是一切的时间，是园林的四时花开，无始无终。山石花木、亭台楼阁，写照着人的心境，也重建了古人心中宇宙的和谐。这是中国人思想中人工所能达到的最佳人居状态。开始，让我们回到认识世界的原点，去发现最适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农历6月24日这一天，恰逢荷花花神诞辰。叶放请来一众好友，在自家的园子为荷花过生日。
园林，人与自然相互滋养。园林花市让感官在花的色彩和香气中获得新生。好，再见啊！再见。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人的生活，只有活在当下，让生活成为艺术的载体，园林的生命才能历久弥新。我们喜欢园林，因为园林如画。我们自己想要走到画里面喝茶，到画里面玩。2013年11月的一天，台湾茶人谢志章和他的伙伴们来到了苏州的艺圃。接下来三天的茶会里，他们是艺圃的茶主人。建于明代的艺圃是一座隐藏在民居之中的小园，平时这里是苏州人喝茶聊天的去处。让艺圃名声在外的是一本名叫《账务志》的书，一本中国古典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文振亨是艺圃第二代园主文振梦的兄弟。今天在明代文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年的诗情画意仍在延伸。我12年前第一次到苏州来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园林，走到艺圃，我觉得那很符合我心中的画意，就一眼就爱上了这里。园林本来是居家的空间，烧水煮茶是这里再平常不过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园林是美的，这里的生活也是美的。园林我们平常看到的样子，都隔着红栏杆看，啊，会觉得好像也缺乏了一点生气。它像博物馆，像橱窗里的陈列品，啊，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把栏杆收起来了，啊，大家这走到了一个生活空间里头，不是走在博物馆里头。这两天我真的感觉到客人的那个欢喜，人人都在笑，坐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里头喝茶，感觉这个空间的美活过来。这次茶会的主题是秋意图，主角是来自台湾的乌龙茶。缕缕茶香混合着果香和花香，将窗外的秋意一层层地染上心头。人们赞誉谢志章的茶席是岸上山水，有园林以少胜多的不尽之意。而谢志章则觉得茶会办完就拆了，什么都没有了，茶汤的香气更是瞬间即逝。游园也好，品茶也好，心要在那里，
否则就错过了当下的美。园林是什么？归根结底，园林是一种活法，一种生活态度，从无定势，由心做主。清代乾隆年间，在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附近，住着书生沈复和他的妻子芸娘。夫妻二人能有自家的园林，借景沧浪亭一样自得其乐。芸娘渴望的理想生活是一座十亩的小园子，平时沈复画画，自己绣花，还可以种种菜，维持日常的诗酒之需。虽是粗茶淡饭，但是可以与爱人一起共对美景，神仙居住的仙境也不过如此吧。每逢荷花初开，芸娘都会把装着少许茶叶的小沙包放在花心里，第二天的清晨取出浸透了荷香的茶包，泉水煎汁，就是被沈复称赞香韵犹绝的荷花茶。沈复与芸娘的生活一直不算富裕，后来住的地方连井也没得借了，索性就用书桌上的挽联愉悦自己。对他们来说，园林的形式并不重要，少了那份风雅，即使坐拥豪宅又有什么意思呢？只可惜芸娘匆匆早逝，再也没机会建成自己的园子。沈复把夫妻二人平时种种的幸福小事写成了《浮生六记》。前两天听到一个朋友在聊，他早年跟几帮朋友到那个一个乡下去，后来无意中间闻到一阵腊梅香，他们就循着这个香味就到了这么一个园子里面，就敲门就进去了。在里面就是看着一颗形状特别好的一个古的腊梅，看完以后刚好一个老太太，她就把一个木头的井盖板拿开了，拿开以后呢，刚好腊梅的影子就折射在了那个水井水里面，一池全部是腊梅。故事里腊梅的倒影点醒了庞喜，园林在于外物，更在于心境。在做一个空间的时候，经常要跑一些园林去找一些相关的元素，然后再去做一些现代的改良，放到我的空间。在庞喜的喜舍，工业风的高大厂房混搭着苏州园林的假山石，甚至日本园林的枯山水，这里不是园林，却有园林的特质。不是兰花，今天开过花没？要在二月份。这一天没有访客，天气预报有雪。在屋后的茅舍里，庞喜和妻子一起喝茶。茶好了，花开了。现在只等一场好雪。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花园，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这座花园就会自然生长。今天的园林敞开了大门，这里不再仅仅是帝王的宫苑或者文人的庭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自己的园林。蓬莱
海市蜃楼的景象让这座小城成为人间最接近神话仙境的地方。几千年来，海中的幻影总在变幻，而蓬莱人李海峰觉得有一天海市蜃楼会折射出他营造的三仙山，一座集纳了古今蓬莱想象的超级园林。我当时在这个海上搞了个水上飞机，海市蜃楼这个盛景出现以后，我就叫那个咱们那个驾驶员说然后打我，就朝着海市蜃楼的方向走，怎么走也是看着那么远。本来想开着飞机能看看置身在海市蜃楼这种是什么感觉啊，当时是一时来的同情啊，这个有点可笑。看老头弄来呀，哎呀，好，刷起来。李海峰经常自嘲自己读书不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追寻心中的蓬莱。在每个人的什么内心世界呢，都自己的孩子是吧？我呢，就用我自己这点这个浅薄的意识，来这个用我的所知。去印制我所心目当中孩子是了，一草一木，开窗开门，每栋建筑都是我亲自放下。在三仙山，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群展览着各种文物收藏，供奉着儒释道的祖师圣贤，各种人间的珍宝建起这座众神的花园。所有东西啊，都是历史组织的，没有永恒属于自己东西。啊，人都是到大自然来做客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园子这么美，啊，这么漂亮，又有这么多珍藏，啊，我充其量是建设者、管理者、看门老头。秦皇汉武的蓬莱之梦，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实现。今天的中国。造梦工程此起彼伏，这片土地在以史上不曾有过的速度更改面貌。其实诞生的新事物越多，那些看似已经消失的老事物就越发历久弥新。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异国的田园展览，艺术家李小超却想起外婆家的后花园。多少年了，他该回去看看。对园林初步记忆应该是一种，就是乡村的后院的一种感觉。我最印象最深的可能在我的外婆家里，她的后院特别大，院子里面就有好多花草。当然是现在看起来都是一棵粗笨的一种多年生的一些草本植物，像什么葡萄架呀，什么唐春藤呀，一些凌霄之类的花，看起来很廉价，可能就是花那一片子那一种感觉，特别的让现在这么大年龄回想做梦时候觉得那一片金黄的颜色一直是让人看起来激动不已。外婆家的后院早已不在，李小超一路寻觅，发现这里消失的不仅仅是外婆家的后花园。2000多年前，关中平原的村庄曾经是汉武帝的园林上林苑。道墙上的一个瓦块，一个转角，一个图案，可能就是汉代留下的一块砖。这书里的随着风吹过的这种过程中间，你能感受到历史的这种长河中好像在给你诉说的这种一路走过来的一种信息。当光影从远古照来，历史的摇曳投射在李小超内心，今天的村庄就是一路走来的上林苑。这里曾经是血腥的猎场，是故事里天子的欲望花园，而今天这里已经成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汉代一种风韵，
商店院形成那样一个火热的一个生活场面，那样有人情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文化的东西，这么一瞬间就2000多年没了。故事里的一座座园林出现消失，几千年周而复始，梦想却生生不息。有一天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地方人与神灵不分彼此，自然万物和谐相通，那里是传说中的仙境，那里是人间的花园。无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都没有停止理想家园的期盼和探索，在人间实现仙境、建造美好家园的信念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一切信仰。中国这座长城之内的花园，这里的一切与那些传说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凡是生于土的必定归还于土，诞生于天国的种子也将回归天国。仙境在哪里？仙境在人间。